抽了这么久，终于抽干，刚下来就一户，可以呀、啊。这边去给他找一下。跑这里，哇、哦，好几条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哇、哦哦，这条先抓，还掉，还掉，可以，这条可以，这条可以，哎，来吧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，然后大家猜一下，我脚上踩的是什么？我好像踩到鱼了，哎，在这边，我就感觉我踩到鱼了，哇、哦，也是还掉，哇，这条也可以呀、啊，差不多三四条鱼了，给他抓了，下去给他找一下，哎，现在你没地方跑了吧？抽的差不多，我看你们哪里跑。来来来，现在就你了，躲得了吗？哦，开始战斗！哇，这条大，差不多有个七八年应该是有的。给他，哎哎，哇，这条是什么？哎，乌头，要没远的，要有远的话，早就被你跑了，走了跟大家回家。哎，哦，把我炸一下。哎，哇，这条黄钓也大，可以呀、啊，给他抓了，抓了。捡鱼啊，不是抓鱼。这条你捕住太多了，哎，还是黄钓。哇，今天遇到黄钓群了吗？这里面，往前，哇，这里面，哇，这边，这边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哇，哎，不是虎虎吧？哎，好得了吗你？有，打得我一脸都是。给你直接抓起来，我看你吧。春子啊，这条可以，差不多有个一斤多，应该是有了，差不多大一斤多、啊，给他抓了。哎呀，不白瞎，我那60斤，牛血，那个牛血是买的，我因为我舅舅 是那个卖猪肉的，他没有牛血。嘿、哎，哦，黑钓，我还以为整坑都是黄钓呢，这哪可以呀？哎，我看到一条大尾巴了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石头给你看，哦。哎，乌头啊，可以哦，这条可以，给他做了。啊，这大冬天的，它比大泉还冷，大泉蓝它比我还冷。哎，过来看一下，我还以为这边没了，我要去那边找呢。哇、哦，一下多两条，哇，这条，哎，别跑别跑，哇，这条黄钓也大，差不多5、6年是有的，给他做了。哎，这边还有，哎，有有远的话。早就被你跑了，乌头我的最爱，给他抓了。虽然不怎么吃鲜，但是乌头炖汤其实真的很好喝。是这边，这边还有一条。这个是什么鱼？你跑什么？我不抓你，你这么久我都不认你，你还跑？算是漂亮鱼吧，应该是。是，现在先不抓，啊，过几天我去拿个鱼竿回去，然后把这些拿回去给它养起来。要是有漂亮鱼的话，到时候给它带回去。哇，好，我吓一跳，不知不觉给我抓爆棍了。哇，赶紧正面再找一下。卷龙不好看。前几天我去我奶奶家，啊，看到我表弟家里有一个鱼竿挺大，那个连贯长鱼的鱼竿，到时候他这两天有空过去给他搬，偷偷的搬回去，反正他不在家。哎，这家还多着一只龙片，不管他。哎，好吧，拿回去了，有漂亮鱼就拿回去养着，不然他跑了。哇，今天太阳好大，衣服穿太多了，我现在满身都是汗，赶紧给他找一些没有就回去换衣服了。来，大家，是吧？感冒了就找他了。哎，这里面，看见，今天，哎，有，哎，他看了，哇，你跑，哎，抓住你了，哦，还掉，难怪你这么给力，原来有嘴里面，哇。
感觉也砸了一大圈了，也没火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着火吧，今天真的可以啊。走走走，不找了不找了。哇，这真的是不知不觉给爆吞了。来来来来，哦，我今天发财了，真的是大圈发财的例子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基本都是黄雕啊，还有黑雕，这花青花青嘛，花炉，哇，还有三条乌头，可以可以，这乌头可以拿回去端汤。我估计一下，给家人们大概估计一下。哇，这些黄雕啊，现在这么大个头，这种黄雕差不多一斤八十，要是更大一点的，差不多90多。这些差不多有个黄雕应该有个4斤吧，就可以卖个一斤赚80，320。还有这个100多，这个1斤多，一斤也差不多80块，差不多就可以卖个100多。加起来反正差不多卖个500多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哇，真的这个坑可以，300平大哥好久没过来了，一过来就给我来门货，直接拿回去给他卖了吧，反正这个坑不亏。白米兄家下面的300平大坑就差不多放了60斤牛血吧，不亏不亏。走了走了回去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全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走了。